怪游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是快 Zero 的游戏节目，我是 Ark。Teddy 今天来原版连接啊。嗯。这个我进一下游戏，不对，是你进一下游戏啊。对。好，你进一下游戏。来了。好了，哎，我在房间里面。我为什么在房间里面呢？你在你的屋子里。对，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什么啊？嗯、这个是 Papi， 你又来了。Papi。这个是 Papi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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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你要不要上来 ，Papi？ 这个是 Papi。这个是 Papi。Papi 一听到我们录视频就冲进来是吧？对。这个是什么呢？我本来想找挖一个到钻石层的这个矿洞，然后我们从这儿直接下去挖钻石比较方便是吧、嗯？然后我就有意外的发现是吧？对。我们下去给大家看看是什么意外发现啊？嗯。这个自动跳跃先关一下，自动跳跃。我就不关了。好吧，好吧。我先下去了，一马当先。你一马当先下去了，好，我也下去了。呀！呀！我在梯子上，我怎么摔得这么慢？砰！砸你脑袋上了，我躲开了。然后在这个第38层的这个地方，38层的地方发现了这么一个矿洞是吧？对。然后我就往这边探探走啊走，走啊走，然后就发现了，在这儿有奇怪的东西，是什么呢？当当，一个小白刷怪龙是不是啊？对。这应该是个地牢啊、嗯，这会刷出海量的小白的，而且他们很容易就开始自己打自己了，是吧？嗯。嗯，非常的棒，来刷几个自己打的。我先下。哎，你上次刷的剑都没拿、啊，你、啊。嗯。是不是啊？我现在在这刷剑，铁套都爆成这样了。哎、嗯，怎么不刷了？我先给它封起来吧，先给它封起来，先不让它刷了啊。嗯。然后有了这个，我们就可以做什么了？那个刷剑的东西。哎，我们可以把这做成一个像是刷怪塔似的啊。嗯。以后我们就可以多在这刷怪了。等等，我再往前面插点火把，来安全一点啊。哎、嗯，我就可以把这改造成一个那个就是刷，像我们以前刷僵尸机似的，是吧？既可以刷资源，又可以刷那个经验，是吧？还可以刷经验之类的啊。嗯、这个要改造一下。哎，这箱子里面有什么？哇，好多的红石啊。还有附魔书呢。在哪呢？在那另外一个箱子里。另外一个箱子有附魔书。两本附魔书超好的。我把这些东西都拿上啊。两本超好的附魔书。什么？我也忘记是什么了。我看来。这是火焰保护四，耶、嗯！ Yeah, 水下呼吸三，火焰保护四，那附上之后去地狱就安全多了啊。对，来，我把这些都带上。不怕恶魂掉。恶魂不怕岩浆流，哎，还有一个马鞍，太棒了。岩浆还是怕的。岩浆还怕吗？岩浆反正掉进去不会马上就惨。哎、嗯，你这个箱子里有没有马、嗯？没有，只拿到了一个、哦。然后这俩箱子我们可以拿掉。哎，我记得你家里还有个。那个的马鞍是吧？对，有，我们现在两套马鞍，两那个马铠都有了，随时可以骑两匹马出门了。嗯，哎，我得上去拿点东西啊。对呀、啊，光顾着先给大家来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了啊，没拿铁桶什么的，我得去拿铁桶。我的拿点垫脚石之类的。我的铁套我估计又要完蛋了。你怎么回事啊？我现在来刷剑啊。啊，对，你上期打小白是吧？爆成这个样子啊！你被小白打成这样了。嗯，那你这不划算，还是等我们做了那个之后自动收集吧啊！神哪，小白那么牛！哎，上来上来，让我上来！我盾也爆成这样了。好的，哎，我来拿点东西啊。首先我们得要做漏斗是吧？嗯，得要用漏斗，也得用到箱子，这俩箱子我就带身上吧。这期你怎么办？你跟我下去刷这个啊？我去完成狙击手吧，要不？哦，对，你狙击手还没完成呢啊。嗯。好，那你这期先去完成你的狙击手的对决吧。嗯。这边我自己来弄一弄啊。哎、嗯，我得拿水桶，我的铁皮桶两个桶，铁锭也有好多了。我要做漏斗。要喂，全身黄金甲的僵尸。哇，这么牛啊！你看打死他会不会掉一套黄金甲？这，你的金头盔像个皇冠啊！哎，漏斗怎么弄来着？这。哎，漏斗怎么做来着？我要中间放个箱子才行。来，放个箱子。好了，做一个漏斗，正好一个漏斗一个箱子都用得上。好，从这儿舀点水啊，舀点水。小白，快来！好了，过来，我可以下去施工了。我要做一个刷小白的东西。小白，哎呦！你快要成功了吗？快把它引进来！你要后退，它才往前走啊。哦。你不后退，它怎么往前走呢？后退，然后往左边去啊！你得往那边去，它才往里走啊。哦。好，往后退，往后退啊！哎呀，我急死我！急死我！你不用防着推，你就跑就行了，他射不着你。好了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哦、oh, no ，那好吧，看你能不能成功哈。我下去啦！要不就卡住了。我下去了！掉下来了。好嘞，在这边。开门。这我都插了火把了、啊。关门。
好，看你能不能完成啊。你那边插火把了吗？插了。好的，插了火把就放心了，看看你能不能搞定它啊。不过那只小白刷没了吗？不可能，怎么可能刷没呢？你又看不见了？真的刷没了。是吗？不过我在这儿干掉那只也可以。啊，你这有点趴得太靠前了吧？送你。哈哈哈哈。那只也刷没了。真的假的？50个就能刷没啊？不是100多个才刷没吗？那怎么办？你好好观察一下，是刷没了吗？没有了。那你过去看看是不是刷没了？哎，现在这么容易刷没了？反正我现在看没有了。好，我这边施工了啊。我要挖一个什么呢啊，像那个自动农田似的那种，把那个水啊，把那个小白都冲到中间来。嗯，再挖一面墙。完了，我这被苦力怕刚才炸了个坑啊。啊。Hello， 小白。你别让苦力怕把你的栅栏给炸没了就行。Hello。把它引进去，我觉得还是我帮你引比较好，是吧？小白，快进来，小白。我帮你引可以防止它被刷没。一二三，我这两只小白，还有一只带锁链夹的，快跑！不要死了，这么危险的，有没有引进去啊？没有，我要回村庄回血了。好吧，还是很困难的是吧？你要不先下来帮我挖着这个，然后我待会儿弄完了去帮你引小白去也行。嗯，我来了，你负责把这面墙再挖出去一格啊，这面墙、啊、这面墙再挖出去一格。挖出去一格就行了啊。嗯、啊。好，然后这边只需要一格吗？只需要一格，只需要挖一格就行了。哎，什么？刷了，在你后面。啊？在你后面有个小白。哦、怎么回事？哎，这亮度不够了吗？哦，先插火把吧。好，先插插火把吧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亮度已经开始刷了，所以我们这个火把先插一插啊。好，到时候那个修完了之后再把火包。再把火把弄掉。啊，那要还要挖掉好多呢，这样的话，哎呀，这块挖掉刷工龙是不是就掉了？不知道，有可能吧？有可能。虽然我没试过，但是我们不要试了啊。嗯、这块挖掉，我估计刷工龙会掉。哦、嗯，所以呢，我们再挖掉一层，来，好，就当散原石了。挖掉一层，就当废铁镐了。铁镐是废了不少啊，你铁镐还行吧？我铁镐还可以，没事，这是一把几乎全新的。我做了工作台，那个带了工作台，带了铁锭了。哦、我已经想到这一点了。好，你来吧，我这快废了。我们把这个地方要弄得规整一点。好多煤呀、啊！不能坑坑洼洼的。我天，这么多煤啊！这又挖了一层，挖出来一个大煤矿啊！哇，一堆煤啊！赶紧攒经验。你多少？铁。你多少级啊？现在？30。我25。你已经可以附3级的附魔了。这格要挖，这格要挖，到时候水要把怪都冲到这里面来，是吧？嗯。然后我们这个再往下面一格放岩浆比较好，是吧？哎呀，我这样待会儿我弄好了怎么出去呢？我这怎么出去呢？好，这样比较好。我挖上。然后我来试试啊。攒经验。先放箱子。哎，然后漏斗是对着它放，就会漏进去。漏斗这还有煤。好了，我来试试能不能漏进去啊。嗯。比如说我扔个马铃薯进去。好，进来了。好的，可以的。嗯，我再把这两个堵上。搞石牌。哎呀。哎呀，完成。好，上面就不写字了。然后这边得堵起来才能堵得住岩浆，是吧？这一格放岩浆，嗯、这得堵起来。多挖了一个。嗯。然后到时候我们到这儿来拿东西。到这儿来拿东西，这都堵起来。好的，嗯，然后这不行，我得挖个地道出去，到这从这边过来拿，嗯，才行是吧？嗯，这要挖个地道出去，好吧，好麻烦，这，好麻烦，好，然后从这上，挖上去，好，通了，好了，你能看到我吗？我挖了一个地下通道，嗯，我在挖煤，没，好吧，没时间去看，哎，我没拿梯子，你上去帮我拿一下梯子吧，啊好，在我那个房间里面，好的，嗯。你的洞这，哎，这你过去了啊，过去了、哦、这儿啊，你看看我在下面，哎，对对对，哦、扔下来吧 ，Hello， 扔给我吧，你别掉下来了，哦，好，带梯子收到，梯子收到，我来铺上去啊，居然在那么隐蔽的角落，也好，好，
菩提子，菩提子，菩提子。好，可以上来了，耶、yeah, ！上来了。好。这就是我们下去拿箱子的梯子啊。嗯。然后这边我们就可以把它完工了，这边可以。我下去看看，通到哪的？放岩浆。通到这儿的。放岩浆，哇、哦，好亮啊！哎，岩浆会不会导致到时候刷怪少啊？啊？会不会啊？这么亮，到时候试试看吧啊。嗯。试看吧，我也不能确定。我也不能确定了。可以掉。嗯，然后四周放水。嗯。放水之前，我得先考虑火把拿掉。火把拿掉就会刷了，是吧？对啊。我在这一格放水，在这一格放水的话，是正好啊！完了，岩浆废了。哦、oh, no！ 我计算错了，不是在这一格放水，怎么办？Oh, no！ 黑曜石啊 ！No！ 挖不了，挖不了。我还没做钻石镐呢，钻石镐在家呢，是吧？对啊。哎，这一格为什么会直接冲到里面去呢？得先处理掉这个黑曜石再说。那你上去做钻石镐吧。好。上，我那个家里面放矿物的那个。嗯。一进门，正门一进门那个箱子里面有钻石。嗯。做钻石镐。然后你还知道哪有岩浆吗？岩浆。啊，没有，我不知道。啊、好吧，那你先去做钻石镐处理这个。哎，这个会流进去，是我没想到的。哎，嗯，这样反而不会流进去，好奇怪啊。啊，那就这样吧。就这样吧。嗯。我还以为多放到上面一格，它更流不进去呢。原来是放在最下面不会流进去。天黑了。嗯，这样很好。好。你的家。嗯。哦，实在不行就先把你刷石机里面的岩浆弄来。啊、你有铁皮桶吗？铁皮桶没有就做一个，我应该是有的吧，只剩一个钻石了、嗯、钻镐、啊、所以我们还得抓紧时间找钻石啊。嗯，抓紧时间找钻石。诶，这怎么会有个僵尸啊？不知道啊，这地方火把太少了，再插一个。啊，这就在这原地，就你这地下插一个可以。哎，也没亮多少啊。对呀、啊。哎，怎么会刷出来的？啊、刷石机在这儿，把上面一格挖开。喂，哎。好，把它挖走。喂。好了 ，OK， 下来吧。对呀、啊，刚才刷个僵尸好危险、啊，村民没事吧？村民应该没事。我的天，居然莫名其妙刷了个僵尸，我有点担心呢。回头我上去赶紧再插火把去。嗯。快下来吧。喂。喂。你别拿着岩浆桶，我怕你倒出来。哦，来了吗？来了。我在这等好久了。嗨，欢迎回来。你去先去挖那个黑曜石去，把黑曜石挖掉。需要9.5秒。嗯。哎、黑曜石挖掉。就在这等着吧。火把先开始敲起来。就在这等着吧。好的。哎，挖掉了。好，然后岩浆桶倒进去。哎。先捡上黑曜石，果然很快就刷了。哎，哎呀，哎呀，我捡上了黑曜石，然后上不去了。Oh no， 这怎么办？等一下啊，我这儿给你挖掉一个，上来。嗯，上不去啊。挖掉一个了还上不来啊？对啊。啊，那再挖掉，再挖掉，这边，上来吧。嗯，这下可以了吧？好了，好，这下可以了。等啊，我铺好，然后放岩浆。好。倒在上面，倒在告示牌上。不对，不对啊，怎么了？这格不对，倒在下面一格才对。哦。倒在这一格才对。哦。好了，你可以上去了。啊、你可以上去了。好，准备刷小白了啊！你得帮我防守点小白。嗯嗯。帮我防守点小白的啊！不对，我得先做什么？我得先做了那个无限水，要不然我这水不够用。哦。地上挖个4×4的坑，做无限水。这就可以作为无限水，无限水坑。哎嘿，放错地方了，放这儿。好了，再来一通。好了，刷小白了吗？又没有，你帮我看着点啊，嗯、看着点有没有刷小白。只要一刷，我就啪，你就干掉它啊，马上就干掉它。我就迅速的一过去，啪啪啪。然后。这再倒一桶，然后我要挖火把了，我不要被冲到岩浆里啊！嗯，挖火把，砸掉！哎呀，火把被冲进去了！哎呀，我也会被冲进去，糟了！我先这个先不放吧，
这边的火把没办法弄了，这样，嗯，砸掉，然后这边的火把呢，这边的火把你要下去啦，砸掉，刷了刷了，干掉干掉干干干掉干掉干掉干干干，水里去，哎，砸掉，干掉了，哎，这个砸不掉呢，砸掉，哎呀，我再上去，这样够不着，砸掉那个火把，好，黑了，准备刷了啊，快上来。好，我要上去，我还没放完水呢。来了，快快干掉他！杀！你下去吧，你小白白，你别下去了。哦。好，再来一格水就行了。嗯。你们就没机会了，哪还有亮光？哦，就是岩浆的亮光了，现在，嗯，是吧？好，我们看看吧，我们看看刷的效率怎么样吧。嗯。刷了。掉下去不？耶，yeah ，掉下去喽，耶，yeah ！把这堵起来，堵起来，不让你们上了。好了。然后我去看看那边。完成。然后这边的火把最好也。也去掉是吧，哎，最好我把这全部封起来，又刷了，耶，下去吧，呦呦呦，快躲开，他要攻击了，哦吼，他往外射箭了，嗯，箱子里有吗？哎，箱子里怎么没有呢？是吗？有腐肉，我放进去的，等等等，我先看看，啊，直接丢掉吧，难道他们掉落物被烧掉了？嗯，看看来，又下去一个，有没有？我下去看看，嗯，下去看看有没有，嘿，快下快下，哎呀，难道这样它的掉落物会烧掉，这么不幸，把它堵起来，没有啊，没有东西啊，嗯，再下去一个让我看看，刚才已经下去好几个了，我到那下面去看看来，嗯，让我来看看，是不是你摆的箱子我没用啊，啊，不会吧，不对呀，啊，你那个屋子里的箱子我都漏斗里也没有啊，嗯，箱子里也没有，哦，这样掉落物都烧掉了，你看，哦，这样掉落物是烧掉的，有刺一声，嗯，哦，我知道了，他是想要游上来吧，他是想要游在岩浆上，所以他腿在岩浆那个位置，哦，是不是啊，那这样不行啊，这样不行，哎，这样不行怎么办，还是说他站在告示牌上了，啊，不可能，嗯，那我来看看啊，告示牌上站不了人的，射我射我，哎呀，真的都烧掉了，怎么办，哎呀，这他们不会掉到下面这一层来，回告示牌是这一层，我好想我这样往下挖低一点看看吧，我来看看这是什么情况，哦，能是吧，有没有掉下来的，让我来观察一下，哎，告示牌拿剑能不能劈掉，告示牌不知道，如果能不能劈掉的话，我可以拿剑来，你看，嗯，是吧，他们浮在那儿没有掉下来，对，哎呀，这样不行，哎，他们会想办法往上游的，对，这些家伙除非从侧面把他们冲进来，嗯，然后上面是石头顶住的，嗯，这样可以是吧，对，好好好，来来，你要试试吗，我来想想办法啊，来想想办法，从侧面把他们冲进来，然后拿石头把他们顶住，嗯，这样是可以的，我居然站在梯子上，哎呦，插不上，哦，那我插不上，够不着，我这还得挖一下，又出来一个，穿着，刷了一个，嗯，附魔靴的，对，附魔皮革靴，附魔皮革靴的，附魔皮靴，嗯，看看有没有掉，没有，嗯，我知道了，我那得改造一下，嗯，你得改造一下，来，我要下去了，我要下去了，先用火把封印住吧。等等等，让开让开让开，哎，这先挖出个通道来，挖通道，你能放火把吗，我够不着，好，封了一下不管用啊，封了两下了，好好好，我再下来继续封，干掉它，这哎呦，我差点下去，哎呀，干掉，好，快封，继续封，你还能够得着吗，我够不着了，我先把岩浆收掉啊，嗯，岩浆收掉，不要浪费了这个岩浆，然后这边水桶先收一下，好了，先不要刷了，哥哥，哎呀，哥哥先不要刷了呢，驾，来，看着你们两个激烈的搏斗，好的，封，然后那边还没封是吧，嗯，但是我没有空桶了，我没有空桶了，我还有一个啊，你一个够不够，一个不够，你去收水，我收，好，然后还缺一个空桶，哎呦我天，还缺一个空桶又得去做，没事，我倒掉了一个，幸亏
幸亏我带了铁钉了。没事没事，不用了，我倒掉了一个，可以了。哦哦，哎，好，收掉了。再插一个火把，好，封印完毕。可以呀。然后我们来改造啊。哎，这边还缺一个。封印完毕就可以改造了。没完毕呢，这儿还缺一个。好，然后到时候冲下来是吧？嗯。我想想啊，让他们冲到这一格来。然后最好哦，我知道了，这样下面不用弄这么多。嗯。下面不用弄这么多。好，我来把下面挖掉啊。嗯。下面不用弄这么多的，只要让它在上面就应该就能行。来试试啊。嗯。我先把箱子挖上。好，你出得去吗？你下来了。我又上来，我又挖出去了。哎，那个什么呢？告示牌呢？哦，在我身上。好，下面不用那么多。啊，让我来想想啊，这一格围起来作为。哎，不对呀、啊，这样的话他怎么进去呢？他们要冲进去，如果告示牌周围不放东西的话，岩浆就会躺下来，是吧？嗯。是不是啊？嗯，应该是。哎呀，这样好难弄啊！如果告示牌周围不放东西，岩浆就会躺下来。这样有法弄吗？我在想，如果告示牌周围不放东西的话，岩浆就会躺下来。他们冲进来，冲到这一格。如果这一格是岩浆，岩浆就会往四周躺。嗯。试试什么效果吧。好。不试怎么知道呢？是吧？嗯、来，试试什么效果？准备要岩浆要躺了啊！你最好躲开。我上去了。你最好躲开。告示牌放在这儿。S。S。放个岩浆会怎么样呢？可以什么可以 ？Oh no！ 哎呀，这怎么办 ？Oh no！ Oh no！ 完了，我得去把它收起来啊。冒死去收。收，够得着，够得着。收不掉，够得掉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那我是不是要四周也放，再放四个告示牌才行啊？嗯，应该是。那我四周怎么才能放得住告示牌呢？嗯？这个告示牌的四周还可以放告示牌？比如说这一格上面，这一格的上面还可以，这个挖掉它就掉了。嗯。下面得有东西才行，没有东西它就掉了。对。那我得弄好多告示牌，这样的话。我知道了，我得弄好多告示牌。这。好吧。哎，你身上有没有空啊？我得用好多好多东西啊。我只有一个空。好吧。好吧，好吧，我先做告示牌啊，先做告示牌，像木板，我得有好多告示牌才行，还够做一个钻石敲。啊、嗯，先拿点木棍，然后像木板，然后哇哇，好满好满，然后扔东西，骨头扔吧。嗯。然后这样，三个，我想想啊，一人弄，五六不够，再来。好，这些告示牌应该够了。好，我就放放试试啊。嗯。验证一下我们的想法，这样四周全部放上告示牌，会怎么样呢？这样，哎，放上了。这样，这再放一个，这再放一个，这再放一个，中间这样放了岩浆，它就弹不出来了，是吧？应该是的。这样弹不进来了。嗯。但是这样小白有没有办法冲进去不知道。对呀、啊。我再放水看什么效果啊。嗯。水呢，小白会冲到中间这一格吗？差不多。嗯。差不多。行，那我准备去掉火把试试了。嗯。去掉火把试试。哎，不对不对，下面我还没弄那个漏斗什么的呢。啊、对。对对，先不行。先证明它是可以放得住的。嗯、是吧，然后我再把那个下面的那个漏斗什么的都放上。这个挖掉，哎，这个下面是漏斗，箱子和漏斗。嗯。先放箱子，好麻烦是吧？对啊。先放箱子，然后再放漏斗，再放漏斗。好，然后在上面放告示牌。嗯。告示牌，嘿嘿。呀。告示牌。OK。好，然后在上面放岩浆。嗯，好，这下可以了。然后我去砸牌子了，砸火把，砸火把，砸火
火把。哎，还有水你没放呢。等等，我先把这个火把弄了，再把这个火把弄了，然后再把这个火把弄了，这个火把弄了。弄了。中间的火把你也帮忙弄一下。这。哎，哎。这个砸了。哎，我只弄得掉两个，好好好，其他的我够不到了。砸了，好，要刷了吧？刷了，干掉它。嗯，干掉它，刷了。Hello。哎，上面的已经干掉了，哎，是吧，火把？哎，对。哦，好，我再倒水。我就当攒箭了。嗯，我再上去弄点水，我还缺水。上。上。我还有一桶。好，去倒一桶。里面的我来倒。嗯。外面你来倒，倒吧。好，上去，快上，快上。上不去啊，这。你被冲住了。下来了。这样小白会被冲到中间吗？刷吧。刷了看看来，冲过去了。哎呀，射我了。不行啊，好像是吧，这家伙好像不会被冲到岩浆里去了。你看，嗯，那儿有告示牌，所以他就卡住了那个，对不对？嗯，那有告示牌，所以那个就卡住了。后退，我来看看。嗯，喏，他被告示牌那一格没有水的地方给挡住了。哦，这样除非小白特别多挤进去，是不是？对。有没有人进去啊？哎，没有人烫到，他要射箭了。嗯，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这样也不行。哎，有一个烫到的，都烫到了。哎，怎么又会进去了呢？他，哎，有了，偶尔会有进去的啊。嗯，不是每一个都进去，偶尔会有进去的。哎呦，射我了！好奇怪啊。所以那个四个告示牌没有的话，他们就会进去。但是那四个告示牌没有，上面的告示牌就。就掉了，火石工呢？啊，你不要去看他了，这样的话。我下去看看他有没有掉火石工。好，不是有个瞭望口来看一下，又烧了一个。行啊，有进去的。嗯。有被冲进去的。没掉火石工。好吧。有被冲进去的。我再挖开这个看看。哎呀，又射了！我就看看有没有小白进去，然后掉了雾，在这里面多一个。又有一个烧了的，又烧死一个。多一支箭。哎，但是有些掉了雾没冲下去，你看。哎。有些掉了雾没冲下去，还是就是那四个告示牌占了四格的问题。嗯。但是那四个告示牌拿掉的话，这个水就不对了啊。对啊。所以这是个大问题啊。好吧，那这样吧，让大家帮我们想想主意吧。嗯。是不是啊，在我们这个基础上还有没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啊。嗯。但这个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，也不一定是好的办法了，大家多帮我们想想好的办法啊。嗯。你别跳下去了，我怎么感觉你要掉下去啊。我掉下去我就完蛋。对。好，那今天节目先到这吧。好。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，感谢收看快游戏。记得。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拜拜。